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视频当中，一女子开着小车在道路当中是晃晃悠悠，一看这车技就不行。租金的女子竟然没有发现前面的栏杆，就这样横闯栏杆。女子的车子上还带着两个孩子，当场将女子还有两个孩子打到了地上。最终两个孩子并没有大碍，女子倒是摔得不轻。带着孩子还能够做出如此不小心的行为，这母亲也太不称职了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观看完视频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呢？欢迎下方留言讨论。